到的，我们北部都是灯笼，或者是瓜鸡啊啊，我的灯啊。但是我们这一次哦，特别把我们的北港真人地格带到现场来，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现场。下面的好朋友们，等一下也可以跟他们招招手。等一下，我们有喜糖哦，他就会把他的喜糖就跟我们的金箍棒就分享给我们现场的好朋友。哪边要？哪边要？你们要不要？哇，我们的四海升平拜妈祖。哇，你们看到我们上面，哎，看板呢？看板呢？这边五郎哦，这边。哎，你们不要马上就丢完哦。对对对，这是我们。传统艺术，台北今天唯一一场叫我们北港哇真人艺格，来到我们现场七仙女。是的，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彰化中国花灯，他每年坐的艺格车都是北港的冠军车。对，他今年也特别把我们去年那台冠军呢，有没有带来现场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中国花灯，我们的林董跟我们的吴总。之后来到现场，对，来到现场之后带给我们大家这么精彩的一格车。好，来我们的队伍，我们的车子慢慢往前行，来往前哦。那我们现在有在丢，来来的掐继续往前，来慢慢我们前面的队伍，来慢慢我们前面的吉普车往前哦。哎，那个右手边还有很多人哦，要顾一下哦，不要这边就丢完了。因为我们今天这台车辆非常的大，这真正是为咱的棒棒来的家，是。所以咱现场的好朋友，台湾的好朋友，你们今天非常的有眼福，真的。所以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，你看主持人多土，还这样子边主持边拍，真的。哎，那个范磊涛该靠齐，哎，王毅王毅，可以看到你都换了熊二，都很好。什么时候想不想尝试一下？真的真的上给你化妆是不是？那就免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看他坐在那边轻轻松松，其实你知道吗？那个东西只有一个小小的脚踏车垫，而且上到一格车上面去都要撑大概5至6个小时，是不能上厕所的。没错。所以其实，在上面是非常非常辛苦的。我们大家是不是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？我们是不是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？谢谢我们在这上面这么辛苦的一格的这些好朋友们。